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联合国环境署亲善大使王俊凯。威风凛凛的老虎是动物世界里的顶级捕食者，而如今却成为了濒危物种。在亚洲，圈养老虎的数量远远超过了野生老虎的总数。如今，野生老虎只剩3800只。还记得18年的时候，我去到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体验了一线野保巡护员的日常工作，学习了东北虎栖息地的保护常识。保护它们，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热情，还有加倍的努力和持续保护的行动。自然为本，关爱自然，刻不容缓。反对偷猎老虎，和我一起守护野生小伙伴吧，让自然更美好。